一对新人前往深山拍结婚照，在摄像师调整相机时，新婚夫妻对眼前的石像充满了好奇，突然石像流出了红色血液，紧接着石像碎裂，两个深不见底的洞口赫然出现。两人好奇的探身望去，突然两股黑烟钻进两人的喉咙。女人竟咳出一只黑色的虫子，接着摄像师调整好相机，一抬头，那对新人不见了，脚下还有一条黑色的虫子正在向他蠕动。摄像师毫不犹豫地踩死后，虫子的尸体竟然变得和沥青一样。摄像师正纳闷之时，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声响，他刚要询问两位新人去了哪里。殡仪后的新娘趁机离开了树林，突然一位叫灿赫的黑衣男子出现，他操控着匕首穿透了新郎的咽喉，成功的将其制服。随后他回到了教堂之中，身旁的女人双手被束缚绑在了床上，不停地咒骂着，直到神父的助手来换班。灿赫如释重负地将耳机戴到了助理的头上，神父给灿赫讲述了关于不断渗出血迹画面背后的故事。一个被称为救世主的女人却遭遇到了男人的背刺，画面的意象象征了不祥的预警。神父跟随着命运的指示找到了救世主的转世，并秘密地保护着他。随后神父给灿赫下达的任务，来到救世主面前并协助他拯救世界。此时的美狐正在为极其可悲的酒店公关，然而身为第二大股东的姑姑感觉到地位受到了威胁，特意前来讨伐时，美狐不留情面的据理力争，却让姑姑也因此怀恨在心，留下让侄女做好避出差错的警告后便气愤地离开了。不出姑姑所料，本就行着张扬的美狐在回家的路上被别车后发生了追尾事故，始作俑者却恶人先告状。美狐下车后人狠话不多，直接叫嚣着车主撂倒在地，苏便直接砸钱了事，却不料这是姑姑设下的圈套，他已经安排好人记录下这一切。苏美狐用钱砸人的恶劣行径迅速在网络上发酵，网民们自发组织起了抵制运动，自家的企业大韩集团被影响，股市也受到了牵连。大韩集团也紧急召开了股东大会，父亲根本不听美狐的解释，为了减少企业的损失，他直接安排美狐出国留学。在美狐最后的挣扎下，他争取到了留在国内的高中。下飞机后，美狐便被等候已久的记者埋伏。身为助理的江市长身体力行地挡住了众人，美狐接过了车钥匙，准备在停车场等候江市长的脱身。然而他刚出门，他感觉到了身体的异样，似乎有重要的人要出现一般。美狐却没当回事，径直来到停车场。突然他听到一阵响动，竟然是从树林逃出来的新娘。只见她面目狰狞，还长了许多怪异的尖刺。新娘被美狐惊动后便张开血盆大口向他追赶而来。